次提升中。呀，这寒冰不能出门，女神泪啊！这寒冰出门，女神泪儿。全军出击！没有镰刀了呀！哎，也行啊，出门女神泪，然后一会儿再出镰刀也是可以的。谢谢卖核弹的甜甜的飞机，还有两分钟开奖啊！现在是100%的中奖概率，在俺们直播间啊，100%。谢谢月宫里的兔子，50%了啊，还有1分50秒就开奖了。谢谢鱼有点乖，先 W 一下。潘森辅助，我天哪，潘森可不太好打啊，我们别让那潘森踩着。来 W 一手，来再点，来套点烟，死了，再点追小炮，小炮也得交闪。回手掏，谢谢七水宫，谢谢鱼桥有点乖，1/4了啊，还有1分钟了。有哥们跟我说出什么？出什么来着？可不只是1和0。哎，这潘森还敢上来，我是没想到的啊！让他们抬不起头。点。W，嘟嘟嘟，回家了。谢谢亮西瓜，还有10秒钟开奖啊！5个老板参与了我们的抽奖，1/5。谢谢佐瑞塔又遇上孙悟空蓝脸汉，感谢唐长老。来个幽鬼镰刀。寒冰放 W 瞬间升级 W 可以没冷却，哼，我知道，但是这种 bug 我们还是不要用了，好吧？为了游戏的公平性，当然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这种 bug 还是不要用了。你先补这个呀！我已经让你的队员陷入死机。别看，直接封号！哎呀，这属于小 bug， 真。哎呀，摁错了！哎呀，怎么升了呢？我操！哎呀，升快了啊，升了，升快了，下边再说吧。飞个鸟啊！行动才是取胜关键，全力运作。来踩维音，我可不认识维音啊，我可不认识。空中侦察已出发，打不了一下。女人和武器之间本来就难分彼此。哎，这谁呀？好玩吧？那没有关系啊，来 W 一下。
来再 W 溜一下，勾引一波，兄弟勾引成功，救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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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好好救，W 的瞬间升 W， 没好使啊！修复了，回家了。你们说寒冰出什么来着？还有个哥们说寒冰出哪个装备来着？重说一遍。帝国的指令啊。协同开火，减速定身，造成额外魔法伤害标记四秒，这不就香炉吗？每一件传送装备获得15点法术强度，法强有啥用啊？无所谓了，来一个吧呢。被动给我加法强，其实我觉得我都可以出个大面具，真的，这多好啊！蓝莲汉的苦楚，这蓝莲汉的苦楚其实是可以的。小炮要干嘛？追他！我给你飞一个鸟来。哎！来来来来来来！哎，减速了，减速了，减速了！杀弩弩！没事，走不掉，问题不大。可以。哎呀，就是龙没拿到。我闪现帮他减个速吧。哇，兄弟不合适啊，这波我们怎么玩呢？嗯，这波回家吧。你让我帮你推呀，兄弟，我说实话，这个兵线是往回推的。回推兵线，我吃了它没啥意义。只要你拒绝服从，你就仍然算是被死定。这波直接射箭。哎呦我操！发生什么事了？哎，这个能躲掉？我没想到啊！哎，这个大能躲掉？炸糊了呀，这是，这绝对是炸糊啊，这个大都能躲掉。热气将至，就像个桌子一样。那你来个打吧，这小绿人先走一走，放我。
是通向自己。An ally has been slain。我们要出的装备有点多呀，这我又得出干锅，不是干锅，我又得出香炉。别怕别怕，能打能打，这波能打。那旁边怎么有鸡呢？中，我后边射一射啊。小王八，小王八，别死小王八，你要干什么呀？啊！盖伦，别啊！救命啊！走呗！哎呦我操！这一个平 A， 可恶啊！可恶的盖伦，盖伦死了。封面引流，什么封面？看看啊，什么封面？封面，谁是封面？兰陵汉在哪直播？引谁的流了？谁？将他轰然倒下，马上就回来。封面的流没引着，引着你这个傻子了，让我挺欣慰啊。我们家维音是不是已经有点无敌了、已经有点无敌了，这维音。信息会让他们自由的。我这回再射一下这个盖伦啊，他如果还能躲掉，确实不是一般人啊，这盖伦。应该抓不到，这妖德尔人就算了吧，抓不到的，减个速得了。往我后边站呢，别老让他打我呀，这耗个点盐吧。那王八帮我扛一下，那王八。没事，维恩是无敌的。哎呦我这一个狗，帝国的指令。鳄鱼中大招了，那鳄鱼死了吗？没死有什么用啊？我不射这盖伦了，我射不中，这盖伦不好射。为什么？哎呦我惊了，这怎么感觉这大招这么细呢？他们无法从我们这儿夺走我们的过去。打到潘森了。干哈呢？哎！别！哎，别！给我打呀！给我打呀！哎呀，我操了！这努努，可不像人了，这努努啊！哎呦，我的天！
这波俺们就不射了吧，要不哎射一波射一波射一波。王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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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盾鱼中盾鱼。又射歪了。哎呀，差不多该回家了，换个扫描。038。这把一次没中过，怎么没中过？我感觉可能这个皮肤有点问题，我跟你们。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皮肤的问题。耶，来个针眼啊。这个帝国的指令应该是那种 AP 英雄出的。不是给我们寒冰出的，你知道吗？我们寒冰应该出兰德里，兰德里的苦楚。你们终于是死了，这盖伦。哎，杀小炮，减速，好闪。看努努上哪去了？中推可以啊，把二塔推了。没人吗？队友呢？队友呢？队友呢？来一下啊！人呢？人呢？剑姬怎么挂机了呢？完了，努努这要滚雪球了，这努努，这努努100%中路滚雪球，看到没？我给你个 W， 你挡他来。小傻瓜，上路鳄鱼，上路鳄鱼，鳄鱼要拆家了，鳄鱼，鳄鱼要翻天了，鳄鱼，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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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先把这峡谷先锋干了啊！你就追我追。对，你就追我啊！这没人收线吗？这我这哪好意思啊！这咱哪好意思啊！线儿都不收啊，这帮人呢。好，回家。香炉了。这波大招放不放呢？可放，我觉得放这里刚刚好，正好中小炮。你看，小王八往我这走，我到了。我们的意志强过他们的钢铁。还打不了一下。我这叫什么？我这可叫帝国的指令啊！可以。
其实出这也行，这就相当于我们只要打不到一个人，我们的英那个其他的队友只要碰着这个人了，那么这个人就会这个加移动速度，然后并且会这个攻击附带多少魔法伤害加那个攻击加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移速、攻速、回血，还有魔法伤害。啊，没有回血，香炉现在没回血。香炉不回血吗？我怎么记得香炉会加血呀？哎，跟鳄鱼。兄弟，我射中了，剩下的看你了。来来来来来。追追追追追，小王八！这给一轮不把他追死啊？这给一轮，你们是这给一轮，你往哪走？我感觉这个给一轮百分之百在这里。今天我们要找到他呀！他怎么跑这儿来了呢？这不对劲啊！我马上到。减速，怎么奔我来了呢？快快快，杀剑姬，杀剑姬啊，杀剑姬啊，我套你猴子的，都死了吧，和精神病似的。追我干嘛呀？这不杀剑姬儿？插个针眼回家吧。既然对面比较喜欢杀我们，我们赶紧来个板甲，哎，跑得快，飞翔。每一次劫都在书写拯救之路。飞翔，最多攒450，我们现在差了30点。飞翔，带翼的月板甲，带翼的，我大意了啊，我大意了，我告诉你们，小驴人在我旁边呢，这盖伦快点吧，把盖伦给我杀了来。这波咱就不射了好吧，插个眼来，我这大招留一手吧。哎，跑得好快呀，哎，真的跑得好快呀，这个帝国的指令辅助现在有点狠了，我发现。哎，我们就设着潘森，我就设着跟我玩一样的英那个位置的英雄，别人我不设。可以到1000多移速加强疾跑，